洪姐的机会啊，我来救伊。你敢袂当搁重新考虑文官的代志？我即马诚心诚意甲你回实的，救阮大哥，若是安尼阁无够，我会当甲你跪。你为着要救恁大哥，你用我顶头回实的，心情阁会跪落来？那恁的小嫂毋捌烧过，我袂放好阮小弟的心情。你愈安尼，我愈无想要甲你斗相共。菲菲啊，你根本无需要替我动一刀，我家己我都有。你无代志就好。医生伫外口甲我讲，当我拄一面的位置，去伤着你的子宫啊啦！你以后真歹有心啊，着真有心哦，我真有可能会闹胎呢。听讲姚慧通在必地，也当救少芳啊，对无？是讲姚慧拢挺有心啊，伊搁愿意做必地，这表示讲伊想要救人的心，终于发改变。啊，不过姚慧若一开刀，我囡仔拢会真危险，我无法度支持姚慧做这款决定。是嘛？给了阿红这个机会啊，我来救伊。你嘛是还是小萱的冤子，我这世人拢无愿意让你看小萱最后一面。我希望你永远痛苦落去。我真正就是要帮救小萱的，我想要亲自向伊赎罪，救伊原谅我。你让我入去小萱的房间，只要一暗就好啊。你敢袂当搁重新考虑文官的代志？我即马诚心诚意甲你回实的，救阮大哥。若是安尼阁无够，我会当甲你跪。你为着要救恁大哥，你用我顶头回实的，心情阁会跪落来。那恁的小嫂毋捌烧过，我袂放好阮小弟的心情。你愈安尼，我愈无想要甲你斗相共。菲菲啊，你根本都无需要替我动一刀，我家己我都有。你无代志就好。医生伫外口甲我讲，当我拄一面的位置，去伤着你的子宫啊啦！你以后真歹有心啊，着真有心哦，我真有可能会闹胎呢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